两分两分打都 OK 的，对，打这个阵地战空位就投，对，这个很好，这肯定会进的。好，三分果然命中啊，第一个得分入账还是三分。哎，这个没传，哎呦进了，哎呀，这个，你看我们在中国也是这样子，你说为什么中国的这些一些这个，比如说冰上运动这么烂啊？刚刚刚过啊，命中一个三。如果今天被民意苏丹拿下了他们的客场的这个胜利，我们这个脸面何存呢、啊？哎，好的，三分命中啊！杰伦·寇曼斯还相对于这个职业的这个比赛来说，抢到一个抢断啊！看我是一打一，哇、哦，一个时光骑士，他29岁的时候拿的。这个，哎 ，JCL 又有三分机会，进哦！今天杰伦·寇曼斯表现异常出色啊，比分来到斯特啊。最喜欢漂移三分了，哦，现在空位浪哥，哎，滚进去了，漂亮啊！那么现在40-43，进攻端非常的果断。DJ Williams 现在抢断，2-3，能不能一个漂亮的进攻大风车？9分20秒钟，又抢断了，马克没有抢断，上篮，现在比分差距了。又断了，又是马克姆特抢断，2-1，哇！第一个会，哦，又进了啊！小牛又进了一记中投，现在没差，这球不进啊，肯定不进啊，框都没沾着。哎呦，小牛机会，哇！这的惊了全世界，谁说？我不问我们那个得分，浪哥要强投了啊！最后2秒钟强命中，70-54，不出问题就行啊。他不是我们，我们不，哎呦，这个球传的，这个球传的真漂亮，然后转。这个为大家解说比赛，哇，在最后的。感谢大家的陪伴，也感谢大家的收听。明年我们会有，以后大家会有收看的机会，大家可以一边看着视频，而这个音响里面会详细我们的中文解说。好的，那。